这个我有一段啊，有一段我还弄不清楚呢，我还跟这个本山有一次说哈，我说我特喜欢你们那个鸭蛋，他说就是毛毛，我说不是，我喜欢鸭蛋，他说鸭蛋就是毛毛，他以为我喜欢两个呢啊、嗯，其实我就喜欢一个，哎不是啊，你更爱他啊，这个我知道啊，这个小伙子特别帅，这真的是郎才女貌哈、啊，但是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演那个就是脸变形的那样的人。你是不是模仿毕福剑呢？这个变形是二人转里边非常简单的一个学习，就是学二人转你必须得先学这个、哦、这个都学不会就别想学二人转。对，教教我。这说变的这学不了、啊、这边我看我别学了，因为在我们台里这最关键，这主持人也得学啊，不学这个主持不了。不是，因为我你看我主持挺好吧，他们就说我长得有点磕碜啊，就如果我再学你，我连这个饭碗都丢了，谁给我主持去？你不一定学我，你可以学这个。啊这个要命的是，我那儿的饭碗丢了，这儿的饭碗还捡不起来，多要命！你说这是啊？你去替我主持去。我去。那我跟鸭蛋组合呀。那我还不去了。来，今天大家呢是要祝你们这个结婚一周年，那你希望大家给你们什么礼物呢？哎呀，什么礼物？啥也不礼物，啥礼物？那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礼物。就有板砖，啊，板砖是你的专利，对啊，准备了热烈的掌声，掌声吧，对，这就是给你们的祝福，给大家卖卖力气，好好演一段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好嘞，哎呦我的，咱俩轻点吧，是的，你这跟我这么狠呢，我一瞅啊。行，这个真的，咱俩给大家也、啊、助助兴，咱俩吹上一段，嗯呐，唢呐，这能吹。这非常的不好吹，对，没有嘴吹不了，嗯，对，这东西非常有难度，对，嗯，包着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你看吧，好不容易来的一回，你就给我掉链子，你这都吹不响了，肯定这坏了，什么玩意儿坏了？我搁下边是好好的，哎呀。拿呢？说我呢？你看你，这谁这么坏？搁后边给堵上了？太损了！不是我想起来了，啊、这是我插嘴的，我忘了搁里头了，忘了。你就跟你也上火去。忘了。把那个麦架拿来。我是一名二人转的演员，吹乐器是业余爱好，但是你看我岁数小。我有才，我不但会吹，就我这嘴，我还能模仿洛桑老师。啊？真是，喂，对，搁电视上不都看过洛桑老师特别的有才？对，我也有才。是。你看洛桑老师的口气。啥都会，这咱俩先吹上一段，好不好？这么着的，咱俩吹上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那个《西游记》的主题歌《黄土高坡》，再给大家。现场直播呢，别老丢人好不好？你家《西游记》主题歌是《黄土高坡》呀，别老瞎啊，《西游记》主题歌是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，别太傻了。行。那咱俩就吹上这段啊，好，来，有请音乐，走 ，music。
见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啊，拜拜。